可恶，这些强盗真是胆大包天，光天化日就敢。未必是强盗所为。什么？哥哥，难道你是说……嗯。哎呦！你给我差不多点。难得见到木头这么开心，随他们去吧。放心，管他什么妖兽强盗的，都交给我了。真是的，明明说是来帮忙的。小叶，那个混元镜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小叶，你的眼睛……我家本是大商都城朝歌的商户，混元镜是先祖在偶然间得到的。得到了这面宝镜以后，我们族中每代都会觉醒一位神眼。神眼？那么这一代就是你？神眼可以看到一些平常人见不到的东西，帮助家族数次度过危难。但朝廷打算强行征用混元镜，我们只能举家逃来城塘关，却还是在林中遭了劫难。哪吒，哪吒，发现抢劫小叶的强盗踪迹了！好啊，快带路！不不不，太可怕了，那绝对就是妖怪，蜘蛛丝唰的一下把人给拖走了。蜘蛛丝，应该就是他们。他们就在七星山黑塔的森林附近，剩下的就看你们自己的了。对对，告辞告辞。切。这么胆小也敢跑出来做山贼，居然有人敢在陈塘关的水路上胡作非为，我饶不了他。完全都没有妖兽的行踪，那两个山贼不会是说谎吧？他们虽然胆小，不过木头对两人有恩，应该不会分头找，一定要把他们翻出来。休息一会儿再走。陈塘关的水路真是富得了油啊，龙王一高兴，没准又能给咱们兄弟赏下个宝物呢。等咱们修成了大妖，看还有谁敢小瞧我们。你们高兴得太早了。哪吒，又是你们两个，是你们抢的宝物吧？不不不，不关我们的事啊。快跑吧。哼，不就是个娃娃吗？怕他干嘛？忘了龙王赐给我们的宝物吗？对呀，小个子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哥儿俩的厉害。你说谁是小个子？宝火之牙。寡
管你是什么法宝，接我一拳！喊！最硬的娃娃，不是之老。啊，不好！哥，这龙王赐下的宝物居然如此厉害！二弟，这碧水刀是仿造的水神共工的法宝制成，可千里外取人首级。哪吒，区区人类也敢来坏大爷的好事，今天就和你算算账！宝火之牙！哪吒！快去看看哪吒。哪吒，哪吒，快醒醒！哪吒醒了，哪吒醒了！好痛！就知道逞强。木头，谢谢你。可是我身体不能动。放心吧，接下来交给我了。二弟，速战速决，把他们都收拾了。老大，这里交给我。小心。哪吒真的可以吗？没想到这小子还能站得起来。就凭那把破刀也想烧了我哪吒？再接我一招试试！来，龙吟之怒！来得好！什么？这小子一定是打岔了！嘿嘿。即使是妖兽的身体，遇到我的龙吟之怒，也要瞬间化为灰烬。什么妖，什么兽，都给我统统滚开！什么？你敢毁我的火焰镖？大哥，看我的！火势之牢，拿着这两个破铁块就敢在陈塘关兴风作浪，我可是水火不侵的哪吒。哪吒大爷饶命，饶命啊！真的不关我们的事，这些宝物都是送给龙王的。哪吒，宝箱都翻遍了，没有找到混元镜啊。说，混元镜藏在哪儿了？混元镜？什么混元镜？说不说？我们真的不知道呀。哎，对了，是蜘蛛精，一定是他抢走了你的东西。蜘蛛精？他一直在帮龙王搜罗宝物，这些东西都是他抢来的呀。他就在山上的蜘蛛洞中，哪吒大爷快去找他。不关我们的事啊。真没想到，这失传千年的混元镜居然一直藏在人类的手里。给我安静点儿，赶紧出去警戒。妖妹，休息一下吧。不，
快把宝箱送回陈塘关，我去帮哪吒，这个家伙又在逞强。好。没路了，那两个家伙居然敢骗我，我饶不了他们。小心。木头，保护小叶。蜘蛛精的老巢一定就在山崖上。上，猪妹，你怎么还和妖王勾搭在一起？大哥，追随天妖与大商的好处不是显而易见吗？地心与天妖不过是把我们当成工具而已。工具？那又如何？看看地心与妖王现在是何等的威风，今后还能少得了我们的好处吗？哎，你糊涂，相信他们，我们被欺负的时候他们两个在哪儿呢？难道我们就终日躲在这破洞里吗？成神成仙难道你也不愿？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，好自为之吧。大哥，我俩从小一起长大，难道我的话你也不信吗？我会害你。我只相信我手中的斧头。大哥，不好，小心。这里你们留在这儿，我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作怪。那木头，我们也一起去。快。在这里。好歹毒的蜘蛛精，居然有人类敢来这里，给我破走。有意思，真是有意思。洞口就在前面。小叶，你的眼睛可真厉害。这都是混元镜赐予的力量。放心吧，混元镜我一定给你夺回来。等等，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？小心。哇，木头魔库啊。怎么到我这里折腾这么久还不知道我是谁吗？管你是谁，混元镜是不是在你那里？
你是说这个东西吗？混元镜，果然是你，给我交出来！好没礼貌的娃娃！哪吒，小心背后！多嘴！反应不错嘛！敢伤害我的朋友，你的对手可是我！大难临头，还敢嘴硬？多紧！哪吒！让你尝尝我柔丝轻轻的滋味。天生神体，水火不侵，没想到这样体质的孩子居然被我碰到了。你本想留你一命，把你交给三太子的，这么好的资质，可惜，真是可惜。啊！毒蛛天王！好痛啊！不知你这神体遇到我的万毒之枪会怎么样呢？哪吒，你这家伙真是可恶！木头，哪吒，朋友，枪尖交给你。我，你，这个给你，你可真能打。你厉害。让我定要你还来！三昧真火！木头永远是我们的朋友。哪吒，怎么了？收好他，不要辜负木头。哪吒，你也要多保重。